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很多人都是从小开始学钢琴的，这位女子是一位钢琴老师，平时在家都是教学生。然而学生没教会几个，结果自家的猫却学会了弹钢琴。家里有五只猫，唯独这一只狸花猫最具有音乐天赋。通过自己的观察，尝试模仿主人的动作，制造出好听的声音。猫咪会弹钢琴也是偶然间才发现的，它没有被引导，只需要每天观察主人弹琴，慢慢的就学会了。动物对乐器感兴趣，但很少会自己去尝试弹奏。看这位女子家里就养了一只金毛，这只金毛有着音乐天赋，当主人弹奏钢琴的时候，它就跟着大声嚎叫起来，时而婉转，时而低沉。此时的狗狗仿佛完全沉浸在美妙的乐曲中，表演得十分忘我，而评委们也都睁大眼睛看着舞台上的金毛，简直难以相信这一幕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关注。